你有开灯？要开吗？要，因为这样比较好。那等一下，你我先开这样。这样吗？哎，这样可以。好。你这样应该眼睛比较不会瞎吧？对，这个哎，你关小，我看，不是，好紧张。然后你猜，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拍一下这边。说了算，快上 SUM 赏车网，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，实在就是。我看起来很胖吗？我看起来怎么样？不用开很胖。怎么样？好，可以。现在看起来不错，状态 OK 吗？嗯。刘海有分开吗？没有。好。你今天眼妆有淡哦。好，我没有画眼线，所以看起来很想睡觉吗？是不会，但是就是跟昨天有差。拿下来，在电台不用来电台上班，自然就是美啊，自然就好了。这样更美。我们也都没有调什么滤镜啊，我们就是自然呈现。对，痘痘，我真没办法修。很紧张哎，你今天会紧张？对啊。Why？ 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么常唱这首歌。大家都知道你要唱什么，因为我有写啊，我还在那边卖关子。我们两个没有串通好。对。哎呦，为什么我最近这个都没，有办法移呀、啊？我的手机是坏啊。明明就是你手指头问题，我就可以，把你拿来，然后就揍你。真的是很。你等一下帮我 tag 蔡明佑哦。好。因为我以为我是上个礼拜要唱，我现在就来叫他。而且我本很早之前就跟他要这个的卡拉带，就是唯一一次，就是我们小单元开始很早就要到卡拉的。对对。而且不是小姐需要，是我需要。哎，他怎么会有抗拉带？这歌他写的，他怎么会有抗拉带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你不觉得很酷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唱歌，还是这个也是他编的？我今天要唱李玉芬的这首歌，叫做《早应该》。我们早应该聊聊心事，早应该彼此坦白，才爱离开之前才停在耳边的呢喃，却飞得好远好远，一眨眼只好假装遗忘。我们早应该相约吃饭，早应该把话都说开，别放在心上，我知道你和他也一样，说好不再重来，才发现我们都受了伤。全世界的恋人相拥入怀，被温柔宠爱，习惯相互依赖，误解了陪伴。
贴上了透明胶带，才发现我们都受了伤。全世界的恋人相拥入怀，被温柔宠爱，习惯相互依赖，误解了陪伴。我们都不够勇敢，累的时候只想挣脱，任凭眼泪压紧，模糊了风景。委屈亏体，忘了拥抱，全世界的恋人相拥入怀，被温柔宠爱，习惯相互依赖，误解了陪伴。时候只想挣脱，任凭眼泪压紧，模糊了风景。委屈溃堤，伸手又拥抱，早应该。这首歌是李玉芬的《早应该》。这首歌是因为有一次我那时候不是在排戏嘛，就是排向左走向右走排练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有写歌给那个李玉芬对不对？然后那首歌叫什么，我就突然忘记名字，他说早应该，然后我说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，可是就是很像在说故事给你听一样的感觉。然后我就那天就突然想到啊，好像可以唱这首歌哎。然后我就直接跟蔡明耀说，那你可以给我那个卡拉带吗？他其实很早，然后前两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。之前我们卡拉带都很久才要，就是每次都很赶的才要到，就是这首歌，就是早就要到哦。怎样？今天镜头有问题吗？今天镜头没有颠倒，很好。好，然后脸色气色看起来也 OK。好，有刚刚爱心海吗 ？OK OK， 还行吗？好，因为其实这首歌我没有听的很多次，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很好听。是那个，哎，我看一下，曲是蔡明佑嘛，然后蔡明佑作词作曲，然后但是词好像信荣哥也有写。对，你们喜欢这首歌吗？小姐姐现在那个手机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她手机滑不出大家的留言。模糊了风景。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，如果你们要去 KTV 唱歌，很适合当开场暖嗓的曲子。对，然后这首歌的真假音也就是需要练习一下，如果你真假音没有练好的话，这首歌唱起来就会有点卡卡的。对，如果真假音练好的话，这首歌听起来就会非常的顺，非常的自然。然后这首歌在最后一段的时候，那个委屈溃堤伸手拥抱那边，就自己要这样，自己在心里算拍子，因为那边就在最后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收尾。好啦，今天小单元就到这里，拜拜，我们关掉吧。讲完了，蔡明有没有在看呢？他是不在，又在喝酒了。会不会唱？全世界的恋人相拥入怀，被温柔宠爱。可是你看哦，李玉芬她的声音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她是比较中低，对不对？但其实这首歌。没有低哦，我就跟你说有真假音的部分，你看
他用真音对不对？我刚是用假音。累的时候只想挣脱，我刚是用假音唱的，所以他其实声音听起来低，但其实他 是高的。未出归啼，忘了有拥抱。坚持穷啦。那大家有没有就是，那我来看一下大家直播有没有说什么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听个病都好了，病都好什么啦，是什么病？相思病，相思病，谁得相思病啊？小姐姐说的。我是不是要拿一下，小姐姐帮我拿我的手机，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我自己，我在充电。我看到那个蔡米佑他们公司的人上来看了，哦，该不会是 David 吧？既然我们就是唱了蔡米佑写的歌，那我们就紧接着听蔡米佑的歌吧。其实我也喜欢这首歌，这首歌的制作是那个建奇老师。还是我们下礼拜来唱这个，这首歌的曲也是他写的啦，然后词是陈信言。哎，陈信言跟陈信荣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我差一个字哦。当时没有想，完了，是男生的 key 我唱不到。我觉得这首歌最尴尬的地方就是这里，等一下哦，来了。是谁先说你好？已经不是太重要。我每次听到你好的时候，我都会笑。太震惊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副歌的时候再跟着唱好了。开开对方的玩笑，有聊无聊都聊，有事没事都打扰。你是我最爱的朋友，我是你的假男友，不管别人怎么误会，说我们是一对，你总是笑我欠累，早晨里没人追，想对恋人再约会，却不担心会不会难得关系完美。谁都不准犯规。这首歌是蛮好听的，我今天是怎样 bonus 是不是送给大家？蔡米又跟你说你好来了，你好你好，你等一下叫他直接看他坐一坐，坐女生的班。哦好，哎，蔡米佑，我们下礼拜就唱这一首好了啊！你那个看啊，帮我弄一下，弄成女生的，弄成女生的 key 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不是也要唱那个？你好，宝贝，我就觉得你喝醉，你是我最爱的朋友。我是你的假男友。我这边要拉长音。不管别人怎么误会，说我们是一对，你总是笑我欠累，早晨里没人追，想对恋人再约会，却不担心会不会难得关系。完美，谁都不准。哎，这边怎么唱？翻规我就不想唱。好啊，不然我们下个礼拜来唱这个。他没有说什么？他期待。
他说他，所以你等一下要把卡拉带寄给我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我有情最深深，爱情很美，友谊却更珍贵。难得这么完美，就不要高贵。哦、所以蔡明又写的歌后面都会这样空在那边，然后才下去。你们刚刚那种早应该也是这样。好的，好。刚刚的节目好听吗？我是客乐 DJ。他说明天就会来。好好，明天。请问天后的 key 他应该知道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觉得我要怎么用？我不知道怎么升还是要降，我也不知道。男生的歌给女生唱就是比较麻烦一点。而且但有如果是蔡明佑的歌他就会把它弄得很好，不像我们上次唱那个谁林宥嘉的歌那人都抖抖的那个卡啦，因为没办法。对啊，哦，我今天有没有 完美演绎可以吗？刚才没有听到吗？有，他说可以，觉得很棒，觉得很棒、嗯、他已经说客套话、欸、可是你这样子你刚刚几乎已经唱整首了，你觉得这样子下礼拜有 surprise 的感觉吗？没有，蔡明佑来拉小提琴吧。没有，那就蔡嗯，蔡明佑，我们随时叫你用什么卡啦，你就要用，我们可能会改歌，把他面当点歌的。对对对，对啊，他说他有回话吗？他现在可能已经在弄了。哦，一个，像几个人在看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好啊。我觉得一定是我今天的直播非常完美，真的。因为有人问我们说，请问你们直播是用摄影机还是？他一定没有看到我们 HD 画质，一定是很棒。小姐姐的手机是那个、啊、刘海手机，400多。哦，小姐姐手机刘海手机，你应该就知道是哪一个。对，她很爱推我的坑。昨天我不是说了吗？她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，所以我的手机也是她自己那时候帮我买的。哎，那时候是怎样？哦，多抢到一只，我多买到一只，然后我就只好买。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要换手机，但是说哎，我多买到一只。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然后就买了。对，有人发问问题吗？哎、欸，今天8月1号，哎、欸，我也要推销我的演唱会。我演唱会什么时候卖票，我都不知道啊。这礼拜吗？这礼拜什么？你讲一下你演唱会啦。哦，孕期限定的。对对对。可是我忘记什么时候卖票，我看一下。还是你明天再讲？哎、欸，我们直播现在就卡掉好了。哦、我觉得我们就是拜拜。那么临时，因为明天你有来宾，明天那个来宾我想要开，我可能也会开直播，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宣传啦。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吟游，吟游，对，吟游乃与蜜 ，Only you and me。好，那就这样到这边吧，今天就这样啦，就这样啦，反正明天还要开直播、啊。为了明天，所以我们今天就随便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什么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明十点，十点，明天十点。好，明天十点继续看直播，继续看直播。明夜来宾，哎，这是我的 slogan。其实我看到有人帮我发明的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吟游乃与蜜 ，Only you and me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